这个路都是用水泥控起来。呀，你先踩，旁边踩上去。行。你看，旁边都是水泥。为了让人走路方便，他用水泥。你看，这都是水泥控起来的。哎，这样水泥控起来，对这个，那这都是水泥耶。很多边坡都这样做，就不让雨进去，不让土石崩，就用水泥。所以雨下不了，进不了土壤，都变成地了。我觉得这很讽刺哎！我们以前说，什么无痕山林，你看这个什么叫无痕山林？你看都是水泥孔起来，我觉得真是只让州官放火不管，不让百姓点灯那种感觉。你看我们来这里，他们说你到这个国家公园到森林里面去，除了脚鸡。竹鸡什么都不留，那你看他们真的是不留竹鸡的，也留不下来。那也要排队。你看他们整条都用水泥控起来，那我们不能做的事情，他们通通都可以做。你看这整个都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整个都是水泥，实在是，一条路整个下来都是水泥，这样它比较好走哈。这样也难怪下面会水淹一公尺，因为水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啊。嗯。想爬上去找一下，哎呀，哎，看到很大很多东西，你看，就全部都一点点山坡了。他说这原来都是山葵林吗？崩掉的，可是看不太清楚。这就是崩塌的地方。那这里就是喷下去的地方。然后那个是有毒植物。那是三黄麻地黄。麻地黄。这片这片全部都是这片全部都是喷它的地方。它那个崩塌地哈。这整片都是崩塌地啊。好。